2022年亚洲同志运动会在台北，本次大会的健美比赛为了响应 LGBTQ+ 多元平等的精神，在双人健美的竞赛项目中多了两个男生配对的组合。我们可以看见影片中身材健美的两位参赛者也用他们的行动告诉我们，爱是不分性别并且超越一切的。谢谢你的收看，下支影片再见。